我们认为技术能力现在已经达到了可以实施首次火星任务的条件，所以我还是非常有信心能够圆满成功的实施这次任务。然后呢，在抵近火星的这个附近的时候，近火制动是非常关键的。如果近火制动操作不当的话，或者说是飞行的精度不够的话。 可能达不到火星捕获，这次任务也会，就是面临困难和风险，所以是近火制动是一个难点。主要的难点还有一个就是着陆到火星表面以后，火星车还要从着陆器上行驶下来，行驶下来要面临火星表面的大气，如果遇到风暴的话，我们可能会调整它的工作状态，让它暂时休息，这样来度过。 气候恶劣的状态，然后再开展巡视探测。主要的大的难点和困难吧，风险就是这几个地方吧。